少年一在，桃花如昨，与我一起共赴江湖。每周三十点，记得点赞追番。你这人不要命了，突然冲出来。哎，萧瑟，是你？好久不见了，司空姑娘。你有没有想我啊？哎，对了，你们怎么现在才到啊？按理说一个多月前你们就该到雪月城了呀。哎，真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哎，你快看，过了13层，他上14层了。哎，不好了，先不和你说了，有人闯登天阁，我要。哎，那个雷无杰呢？莫非闯阁的就是那个小子？司空姑娘猜得不错。上次匆匆而别，都没来得及切磋一下，这次正好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司空姑娘，你不能过去。哦，你是想替那雷无杰拦住我？司空姑娘，请赐教。何方？给我闪开！他是我的。小师叔，你不是说那人不会武功吗？这可不是武功，这是一门特殊的轻功，不需要内力就能施展。什么轻功？天下第一轻功，踏云。